许光汉近日以金马影帝入围者之姿参与金马六十盛典，也接受 Vogue 杂志访问，拍摄一系列让人意想不到的照片，包括穿上女性内衣的露点照，展露胸肌腹肌好身材，还穿上女性高跟鞋丝袜，涂大红色指甲油，粉丝看了惊呼喷鼻血，也足以匹配网络上流传的那句许光汉生下来的性别就是老公。